原标题：抗日神剧别再吹了。老兵眼里最真实的抗战场景是这样的：拼刺刀的话，日本人算是挺厉害的，但其实在拼刺刀的时候，很多人是死在日军的机关枪里的。他们总会悄悄地布置一两挺轻机枪在他们的侧后方，然后冲上来与我们拼刺刀。许多士兵一冲出战壕就倒在了机枪下，很多弟兄就死在我们身边。但是日本人的机枪横在那里，大家根本没办法给他们收尸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